刀没洗干净，有一股葱味。我真的管理不了我的表情，绷不住了，家人们谁懂啊？Hello， 外面30多的天气真的太热了，我们来吃水果吧。我先来一块蓝鳍金枪鱼大腹，这个花了我2000块大洋，小块小块吃。嗯，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，直接生吃就已经很好吃了。刀没洗干净，有一股葱味。葱味的西瓜，你们吃过了吗？汁水好多，没有果，哇，生灵黄油，沾一点芥末，真的能够吃出三文鱼味哎！没吃过的姐妹，我按头安利。这牛果没熟透，有点咬不动。可能吃边边中间太硬了，还没成年就出来营业了。这苦还挺多的，来一串菠萝，这是我们潮汕吃法，菠萝沾西油，哇，哇，这样吃就没那么刺嘴了。嗯，这人果好多水分。莲藕好清甜哦，就是一斤比较贵。你们那边多少钱一斤？
旭峰葡萄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吃是好吃，就是有点哎呦。啊，表情管理啊，对不起啊。我真的管理不了我的表情，绷不住了，家人们谁懂啊？大的贵，大的好吃。都太硬了，吃不了。壶好小。原来这就是幸福，真的吃完榴莲会自然而然这个笑容就出来了。看看壶好小啊。这块有点冰，像在吃冰淇淋一样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